瑞嗦，发咪瑞来西哆瑞 ，OK？ 你如果这个背不出来，你是不是要从等于说你也是盯着谱看嘛？嗦啦哆嗦，然后每个音每个音弹，那多辛苦啊！你一定要先把旋律背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嗦啦哆嗦就这样把它唱就可以弹出来，不要再盯着谱看了、啊。所以这个每一个都要接，这个过程，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为什么说教你们呢？一定要先学着先把谱给唱出来嘛。你先随便挑一首歌好了，你们自己挑一首歌，你们最熟的歌，随便挑一首，随便。比如说好了，这个你们喜欢《泪光闪闪》吗？为什么举例《泪光闪》？你们不是点的吗？哦，那你就想办法。看看后面能可不可以把它唱出来，把音也唱出来。那你如果音唱不出来，你是不是要盯着谱看？是不是要盯着谱看？那多辛苦。然后这边又要盯着谱看，这边音又不知道，然后看一个手，然后就点个拉哆手，那样看完以后，然后拍子的话也不知道。你这个如果说你音熟的话，你拍子就可以点嘛，一二三四。嗦啦哆，嗦啦哆哆，瑞哆瑞咪，然后再把音给打上去。这个步骤主要是我今天教你们是步骤，很重要的步骤。